那个蛋饼的，这个蛋饼的皮可以哎，擀面棍的蛋饼，啊、哇，卤肉饭，这个是半熟蛋吗？哎，加点卤肉饭。蜜糖主是哪一个？时间不多了，快下车。洛杉矶的葡萄，有一天也要自己煮吗？有一种木头威士忌的味道。啊，爸爸家了。这个甜甜你有觉得很好吃？你可以买那个五喜班老师啊，标准八十分的，三分打一下。还能不能什么？跳出来的，我考两分。我都敢啊。这是加酒，就是你要加多少再公杯自己选。我们拿料，对啊，料多了。五六七，干，一百七，好，再来一个，等下要喊要喊。刺激，拍拍好了，拍拍好了，啊，喝多少？该喝多少就喝多少。一把，干的，拿我一把，一把，不，这么香啊！我过一下，我过一下，十秒啊！就是还可以拿着它的单元，代表还很轻。这就很不加爱，小汉干透，跑起来了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六点伫咧区公所有准备米粉。我操！准点发车哦，对表。里面的路长怎么样？路长这样子啊，看起来太奇怪了。这个我一定要去看。